我看到你拿信用卡，你在干嘛？出资干嘛？玩什么？玩的。你要买泡泡给我。我感谢蔡一凡，白痴了。其他都下班了，我是不能玩了。我早上的时候看到那个阿爸他们那边有一个还不错的，我有兴趣的。我早上看到这个俄罗斯方块跟涂鸦的魔力。欸，你现在不用去他店里拍，直接跟人拍就好。对啊，很方便。很方便啊。如果后天就要下去南部了。看到的时候，他是五十五抽，然后 A、B 两只都还在。结果现在看到的时候已经不一样了，四十五抽剩一只 B， 还要抽吗？没有，你如果抽到我了，你可以卖我，我一样跟你买。我们都一抽一抽了。我一样跟你买。我们全部一抽，好不好？那我一抽来了，一抽中比较爽啊，对不对？一般场的商城啊，那就是有这个有套可以抽，然后自制啊什么都可以，官方套都可以放啊，都电脑选号有什么？没有，有自也可以自己选，你们也可以自己去选，就是像我们做这种自制前那选洞洞，你可以选位置几号，可以自己去选。88.0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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
十九号。确认中数十九号，他可以试，再试一试。哎，我为什么我手机奇怪？我试起来就是有两层。对啊，有些人好像会两层，先一层。银色啊，你为什么是两层？银色就不没中了，没中。F 赏 ，F 赏是啥？这番小赏，再抽要不要？我不知道，该再抽，再抽就好了。你真没中会上头。再抽就好，对，没中会上头，而且我只出六千，这好快。五十三号，我们要看到金色的就有机会了。银色，小赏抽别，还能抽别的？好，抽别的，抽别的，抽别的，不行。被阿宝打败了，等下全部都用电脑选，然后不敢自己选哎、欸，我也不敢。哦，很逊哎、欸，他不敢自己选。像我也不想自己选，我如果说我一定随机抽，哦，我也不敢。我们抽那个啦，耿鬼啦，大公仔耿鬼。你不能随机抽吗？还是一定也要？一定要选，一定要选。是哦，我们一次来五抽耿鬼大公仔好了，至少中个 A B 吧 ，A B 各中一只，我就接受。超大只 ，A B 中了就可以拿过来。来来来，我直接来选号码。选个非常不错的号码，一号跟八十，总共六十抽。好，我选的，开奖，要不要一起开？好。啊，金色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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哎，金色。那铜色。啊，铜色。铜色最烂的。H 赏啊。哎、欸，我好衰哦！路遇记，哎、欸，全铜的，上头了。他这个一抽比较便宜了，上头了，所以会比较容易上头。上头了，再五抽。换我啦，换我选，一定是你的问题。哦，你选，你选，对。我选，我选。哎、啊，来，过来给我看。谢谢。耶、yeah.。你犹豫哎，你有个号码好犹豫哎，什么号码？记起来，三十号。等一下特别看那个号码，看看你放掉会不会后悔。来了，你等那么久。来，铜的，你好烂哦。下一个。哇！哎、欸，你慢慢的啦，怎么都铜色，连银色都没有怎样。哇！哦，死定了！啊，少佳。没钱嘞，我六千块没了。哎、欸，这样就没了。没了。干，才花两分钟的时间。哎、欸，原来线上花的速度比实体还快。God. 因为实体慢慢撕，还不会花那么快。啊，现在白痴了，社畜在干嘛？所以我们最后只能再出六千，好不好？现在看着后台笑呵呵、欸，哎、欸、哎。
在哪？六。哎呀，爆汁！耶、yeah. ！不要吵。哎、欸，有人在等呢、欸。好鸡巴，太机车了。哦、oh. ，不要被剪呢、欸，会很痛。Oh, 有人在等哦。先学五个号码。你、欸、是表示有人很闲，这个时间还没睡，啊、在看线上。夸张哎！好了，我送出了五个号码来了。第一个号码九号，九号有没有中？小三。哎、欸，为什么都同色啊？对啊，好衰哦、喔。太衰了吧 ，G 三。又同。好，真的很衰。哎、欸，可是你至少都还有 G。又是同色。欸、G 三。错赛，最后一个号码四十六号。自己偷看，你反正你有录音。二 B 三，对啦，耿鬼大公仔带走，多少钱？花多少钱？前面就抽了十抽啊，这里再抽五抽啊，五抽是两千呢，等于六千块啊。Oh my god， 中了一只，哇、oh, ，好累好累，玩的好累啊，好刺激啊，不知道玩这么累。要不要回去再挑战一次魔力？没有，我觉得剩下的钱可以先放着啊，哪天想抽的时候再抽啊，不一定要现在把它抽完。一抽一抽来，魔力一样，魔力就是一抽。我刚刚是四十六号中吗？我不知道。对，我刚刚四十六号，我来，哎、欸，魔力的四十六被选走，那就四十五，一抽带走涂鸦，你偷看。你都录给大家看了。隐私。衣裳，怎么那么多录音机啊 ？Oh my god！ 这录音机很好用，他们专门在用录音机哦。录音机很好用，我们就一抽一抽来，最多抽到哈森四十抽奖，好不好？选个号码，四十七。我们那个中四十六，我们就把它旁边都选掉，应该会再中 B 上，要金色的。金色，哎呦，真的哎，有机会，真的假的？有机会，真的假的？我刚觉得这个不可能，有机会，我靠，西上，西什么？盲盒，吓死人了！西上干嘛放什么金色？盲盒放什么金色啦？哦，那个是只剩下一抽的机会，再抽完一抽就刚好是四抽，算是。那可能四十六被中注，我妈选一个跟四十六完全不同的数字，二十六，都是六，来个金色，金色，哎呀，金色又来了，好刺激，金色。他是有几个？为什么第一也是金色、啊，也是盲盒？好了，再来挑一个号码啦，烦死了！哎、欸，为什么那金色都差一点点啊？痛苦。但是我觉得刚刚二十六的思虑是对的。二十八，我已经不相信他的金色。可至少金色有机会啊，你银色就完全没机会啊，你懂吗？凉了，至少要有金色啊，金色才有得拼啊，你懂吗，水珠？所以我们一定要有金色，然后就会很兴奋，就会睡不着觉，半夜睡不着觉。六四，六四是一个好数字，因为就是四十六的相反。金色，机会来了！阿宝要你死！阿宝要你死！
阿爸要你死！哎，几抽？你的猫你总共几抽？总共？好险你一抽一抽，不然差点又亏三抽。他现在剩38抽，等于我抽了7抽。算啊！那他跟耿鬼这样算起来是平？差不多吧。46跟64，大家记起来这两个数字关键啊。哇，痛死！哇，好痛！没了。26，都是六。银色，银色就不对了，银色不是的。但是我刚看的点数剩860，但是他会预扣运费，然后但是他不会显示，所以他会说你现在860，然后其实你已经有扣了200的运费。对，我现在只可以花660，然后我就看到。还有一个650的，极降系列最大的奖就是这个小小瓶啊，那个很贵哎。然后它现在是总共100，现在剩95，然后三个最大奖 A、B、C 对上，那就抽这个。好啊，我只剩一抽扣打，就抽这个一抽，一抽入魂，直接赔回来。我们就不要选号码，我们就这样子乱闭着眼睛，闭着眼睛这样点。哎，没点到，这样乱用，然后点。哎，没点到，点到了，54号。哎呦，等一下，54号，我时间到了，那表示没缘，充电。好，再一抽，再一抽。50号，哦，刚好一半，那就来喽。来，50号，银色，没了。哦，没了，我的钱钱，老板不算了，我帮你粘回去了，没有抽啦。银色的是什么啦？衣裳，一般喝完。好啦，结束了啦，花太多钱了，花了12000块。但最后我们其实成绩还不错、喔，给大家看一下我们最后的收获是什么。我们就是抽了一个涂鸦茉莉，跟一个超大耿鬼，主要两个大奖，啊，其他的小奖有什么？小厂13个，录音机6个，盒玩有3个，然后还有一个小公仔，这样子，总共这样。盒玩如果一个350，等于6个2100。哎，刚说盒玩几个？盒玩3个吧，那我总算到6个去了，等于3个1050。录音机一个250，等于1500，加一个 Q 版小公仔，可能150，十几个小厂，那加250，2800加 Molly 跟耿鬼。所以我们抽完价值大概是11000多，对不对？差不多啊。哎呦，那可以哦，那这一波其实是没亏哦。行呢，所以其实运气还可以哦。好了，这就是我们今天在这个玩的风线上抽完挑战阿豹的那个东西。主要是早上真的看到他赔率不错，真的想说晚上就来挑战一下。我刚刚就很预组了，就想说怎么10抽被人中一个，还在想说要不要抽，然后先处置一下，那就来拍。他想说那就抽好了，那就硬着头皮抽了。还是抽到了，我讲有缘人就是抽得到了，好吧，就这样。那个上面我们也会有放我们自己的东西啦，我们也有在做一番赏，所以你也可以上去挑战我们的一番赏。啊，如果不喜欢线上抽的话，你想要实体的话，我们有两家店，一家在中立的富士玩，另外一家在板桥的富士玩，也都可以去玩看哦。连接放这边，对，地址都放在下面。两间 QR code， 好，两个 QR code， 两间 QR code 都在这边，都可以线上代抽。对，就这样，那我下次再见，大家拜拜。